观众好，我们非常的高兴，再一次能够在这里向各位传讲约翰福音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但愿这位赐人平安恩典的神能够赐福给各位。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念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耳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念你们平安。”又这样拆，呃，父这样拆迁我，拆迁了我，我也照样拆迁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啊、呃，你们留下了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呃，地图马杜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在，与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念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 你活重要性啊？杜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今天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的记载。呃，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门徒。 能够这样宣传福音的动力和根基，所以现在主耶稣复活了，向门徒显现，让门徒们能看见主。这个“看见”这个字，我在上一次呃跟你们讲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就讲是这一章圣经的一个主非常主要的字。呃，换句话说，从头到末了有好多地方提到“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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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后面就是后面的一代。 那个看见者特别多，他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复活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听见福音，这一些使徒们能够向我们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根据这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主耶稣就是复活，他们看见了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是在哪一个时候呢？这里说是七月的第一日晚上。 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是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一个环境上的背景。他什么时候向他们显现？在晚上。我们都知道，晚上总是代表黑暗、惧怕、各式各样的事。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在我，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向他们显现，写明一件事，就给他们有一个。 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有希望。那我们都知道，盼望、希望是人生策动的最要紧的一部分。不但如此，而且是他们关上门。为什么关上门呢？很显得很清楚的讲，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啊，你们知道的，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分散了。啊，现在虽然这个七日的敌人他们聚集结在一起，但是什么呢？他们还是惧怕这个犹太人。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还没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啊，正在他们惧怕门关上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重要性。要不但是在黑夜的时候，他们觉得失望，给他们有希望；就他们关上门惧怕的时候，呃，要把那个惧怕给他们拿掉。这个复活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且什么呢？说是七月的第一日，他们聚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缘故，现在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七日的第一日敬拜主啊。我们现在说星期天从前不叫的啊，从前叫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no，从前叫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一天是礼拜的天啊。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向他们显现。 而且在《司徒信传》也给我们看见，当时的门徒们是七日的一第一天，他们一起拒绝。师徒们也告诉他们说：“你们那一天要把你们所接受的收些，你们拿来去拿出来奉献，来帮助耶路撒冷那些困苦的这些门徒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当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主就向他们显现。啊，为着这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我们的这位主。 当基督徒奉主的名来聚会的时候，就是两三个人聚会，他都会在我们中间。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聚会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那么那一天，主向他们显现，做了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主耶稣对他们说：“念你们平安。”他不但讲一次，他讲了两次，在同一个晚上。 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说对他们说念你们平安，但是二十二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念你们平安，啊，你可以看见这个这句话语是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他不但是为人钉十字架，流他的血。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整个的救恩成就了。他受死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啊，他复活是为着我们诚意。所以整个的这个救恩都完全了。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讲到平安是有两种，一种呢是为叫 peace of God，一种呢叫 peace with God。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到主的面前的，第一件事得到的平安是什么呢？是一主一神的平安。好，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和平，一主的和平。为什么呢？因为当亚当犯罪以后，他不能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就远离了神。那我们人从此以后同神中间就隔离了，因为罪的缘故，各同神隔离了。这样，我们的灵性开始进入了死亡。 因为这样，我们这个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用处。因为本来我们灵是一种神交通的一个呃主最主要的一部分，现在呢，同神脱离了关系了。呀，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同神成立一个绝对的上号，我们称他，我们是一神为敌的。啊，这就为什么演过好多无神论的人，他们想尽各样的办法要否定神，在那个哲学思想里面，而且他们的根基是很奇怪的。 我常常想，这么聪明的人，这么啊，这个能干的人，他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事情上？比方说，说神看不见，我看得见我才相信。实际上有多少东西我们看不见？不要讲别的，现在我们才知道电影是怎么来的。哎，在佛里说的这个研究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不晓得。但是它的功效。 不，总不能不承认那个电的存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所造的这些东西，不能不像神的存在。但是呢，他们就是常常用一种说，所有的自然现象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 by chance 啊，不是 by creation 啊，不是创造的。那像这样，你怎么能相信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的安排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呢？ 感谢上帝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头一件事是我们同神和好的 p e a c e with God，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为做这样，主耶稣今天看见门徒说：“念你们平安。”这个是 peace of God，上帝的平安。我们一生和好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在我们生活上享受一般人所不能享受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苦难，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 这个世界是黑暗，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我们的方向，我们将来到底到哪里去？像这样一个世界里头，我们心里哪里有平安呢、啊？他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这件事，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神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主耶稣在离临离,离开世界以前，曾经讲过这话：啊，你们在地上有患难，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们，特别是他们心中的恐惧啊，他们这个前途的不稳定，不晓得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难怪啊，主耶稣有两次对他们讲说：“念你,你们平安。”耶，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向你们传教，主耶稣复活的信息，巴不得主耶稣基督这两句话也成为各位听众。 你今天在神面前所得出的恩典，第一个是 peace with God，是一生活好的平安；第二个是你生活中的平安，那个平安不是呃这个没有患难的平安。我们平常一般一般想平安是没有患难的平安，没有难处的平安。No，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平安，像特别是旧约叫沙龙啊，这个字是什么呢？是风雨中的宁静，就是在患难中的时候。 我们有平安，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我们有平安。那这是这个神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两次特别讲的，说念你们平安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我、okay, 看第二，那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什么呢？对他们做什么呢？他说：“你们主耶稣把他们手上的钉痕给他们看，主耶稣要把日旁的钉痕给他们看。”哇，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 这是本来讲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件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也要像他一样的，我们复活要像他一样荣耀的身体。保罗才讲到复活身体的时候，他叫这羞坏的身体要变成不羞坏的，这个羞耻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啊，那么既然是如此，这个身体完全改变了，就不像以前一样了。 这就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在伊马乌斯路上，啊，同门徒行走的时候，一同行走的，他们不认识他，他们不认识他，为什么？他的形状已经改变了，是个荣耀的身体了。他奇怪，这个荣耀的身体上面仍然有他从前道成肉身，被人钉十字架手上的钉痕，人家用枪戳,戳他的日旁那个这个呃旁的这个呃枪伤。 仍然存在，这是是我信主以后一个非常不容易解答的问题。在我想象，主耶稣既然复活了，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不是一个不正当的身体，是一个灵的身体，怎么会呢？他仍然带着这个记号呢？啊，我有一次想到，这是他做大祭司的最好的一个记号。 因为他不单是做我们世界上人的大祭司，他也是做了我们世界上人的祭物。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大祭司站在神人中间的中保，祭物是大祭司把祭物来献给神，留得宝学是为世界上的人赎罪。所以，他两件事，现在在神的面前两件事，一件事是他是大祭司，因为他坐在神的右边。 啊，而且是呢，他也是在神面前是我们永远的一个祭物。所以，当我们人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手上的钉痕、肋棒的钉痕告诉神说：“我为着他们的缘故，曾经流了血的，你不能不赦免。而且这个血是流的血，是新药，是流的血，怎么不能不赦免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是给他们看，是表明。 他们所看见的是为真正的为主，什么主呢？他曾经为他们定十字架的主。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圣餐呢、啊？圣餐在我们人的面前，耶稣基督钉痕，他的疮伤痕，要叫我们记得这个恩典，十字架上的恩典，赦命的恩典。他在神面前是，告诉是为我们已经赦了命的，他流了血的，神不能不赦免的，两件事。 啊，这非常要紧。不但如此，而且这样给他们看，表明什么呢？表明这是一个得胜死亡的记号。他是因做这个钉痕而死的，对不对呢？流血嘛，血流尽了，连水都流了，流尽了啊，他死了。但现在呢，他是复活了。但你怎么知道他从死里复活的？他把他们手给他们看，把他肋棒给他们看啊，就告诉。 这些门徒们说：“我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一件事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啊真的、啊，我相信这一个给他们看见了，这个门徒们的生命起了很大的改变，真的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关上门，和这个复活以后，他们怎么样的在这个四渡行川里边，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甚至于他们啊被。” 鞭打，被关在监牢里，被人辱骂啊！而且有人甚至为主耶稣基督复活见证啊，传福音给世人的时候，而且被杀。启司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啊。启示录告诉我们，历代以来有多少圣徒曾经为主经过苦难的，这些人怎么过来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啊，那一天。 把他的手给他们看，把他胳膊他们看，他们的人生就完全改变过来，给了他们无穷的勇气。从此以后，他们什么都不怕。我心里请问，一个人不怕死，你看，我心里请问还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呢？一个人不怕死，什么都能做。哎呀，那一天呢，我相信这个门徒们整个的面容的改变，内心力量的改变，他们生活的改变。 看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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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痕，主耶稣的钉痕，受伤的钉痕和耳旁、bon、的枪伤，哇，这个是个真正表明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啊，真是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还有他给他们看这个钉痕呢，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哎呀，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给他们。 给我们世界人所成就的旧恩，主耶稣基督他说他要因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和什么呢？和他一样的照顾、供应、看过这些的恩典是从旧恩里面来的。那像这些，今天他把这个手给他们看的定痕和肋旁的苍桑看见以后，这是一个确实的证据。对这些事。 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救恩是实实在在的。他死了，他就能复活了。他说：“若是你们都做我这个大使命，我要叫你们去世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福至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凡是我说教训你们的，你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这到世界的末了。哇！从那一刻说起，这些门徒们就不一样了。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知道注意他们同在。” 我兄弟也是如此，真的，我觉得这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我要无论出海，无论在大的聚会、小的聚会，我自己身体康健，或者我疾病，我有一样事情是我最宝贝的，就是我觉得我深深的知道我的复活的主与我同在，这都宝贝的一件事。啊，这些事都变得实实在在的。OK，第三件事，主耶稣向他们复活。哦，我还要讲，这就是为什么缘故。 这个多玛，这个怀疑，这个疑心病很重的个多玛，我们聊的时候，他都看见了，啊，这个都看见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我神呐、啊！”他马上就称呼主耶稣基督，是“我主我神、啊”呐。这个不但是承认他是神性，他到这个死而复活的主了，他照他过去所说的都应验了，他怎么不是神呢？ 这才是这里所讲的，我主我神的意思是把他整个的生命就完全交托了，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信仰是一个尾声呢，把整个的生命尾声给他。我主我神，OK。第三件事，主耶稣那一天，七了的第一天晚上向他们写信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平安啊！父这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 说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属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第三件事给他们做的是拆迁他们，啊，说像我一样，父，主耶稣到地上来，到成了身，是神差他来的。现在我们有了神的救恩了，有了主的救恩了，主现在也拆迁我们，像他。 拆迁，被神拆迁到世界上来一样。我们现在得救了，不是马上就到住哪里去，我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拆迁你们，好像我服务拆迁一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获留的一件事。我今天早晨啊，我来到这里要向你们讲道理的时候，我还同我们的也开车位弟兄讲，我们传到了有很大的亏欠，我们在。 教导弟兄姊妹上不清楚，我们传讲神的道就传的不完全，真的，所以我们不懂得这件事情。我们得救了，就好像在天堂上挂个号，死了就上天堂，他这样的，我们做基督徒就礼拜天的做个举个会啊，奉献教上，上次我做基督徒的真完了，然、no, 后不是的，我们新主了得救了，我们今天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神主要是要叫我们为他而活。 像世人传福音，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被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增强什么呢？增强这个哥罗西啊，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啊，保罗有这么一句话在这里说，呃，这呃这这里给我们讲的啊，他怎么说呢？啊，请你们听啊，到十四节哥罗格林多前哥罗后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这是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啊！我们主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爱，你想想看，当我们一个人真正在想想到这件事，我们怎么能够还在为自己活？我们不应该为主活啊！啊，但为主活做什么呢？ 他下面呢就给我们讲啊，他讲到一切都出于神呢啊，他去做，基督使我们一套活好，又将切人一套活好的责任赐给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啊？耶稣基督来是成为人神之间的和平，我们已经得了神的平安了，这个世界的和平了。那我们今天要为做而活做什么呢？我们就是神把这个。 欠人义、生活好的那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应该为做做见证，我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啊！把和平的福音带给人世，好像主耶稣就到到地上来，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带给我们一个样子。OK，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信徒常常忽略了。OK，那他。 不但是如此，他还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我最最受感动啊！他就给全兵给这给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呃，你们赦免了谁的罪呢？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呢？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语啊，现在有误解的地方啊！我像是有人有极端特，特别是那个异端，特别是像天主教啊，我们不是批评他们啊，他们认为。 教王就有赦罪的权柄，因为这就是啊，所以神父也有赦罪的权柄啊，这是这是因为这句话来的啊。那么有一些异端呢，也是这样，反正异端的这些的首领啊，都自己称为是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个这些都是从这句话来的。实际上，这句话在年文真正要晓得翻译的话说，those who so w h those who sings。 Uh, you forgive uh, uh, have already been forgiven. Those whose sins you do not forgive and that uh, have not been forgiven. Now is the in when the lingwethany. Some isn't it when the tunds legang to who necker so tears on your 天上已经赦免了的，哎，这个天你们天上不赦免，那个天上已经不赦免的，所以我们赦免不过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agent，啊，不是这个权柄，是天上的已经做成的事，我们就给人啊。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怎么会有呢？是圣灵，他叫我们受圣灵。这是我称他为伟人上，哇，这是我神不但是给我们工作。 他给我们全兵，他给我们那个全兵能力的全员，所以这就为什么严过主耶稣在复活以前，呃，升天以前，他说圣灵要将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马利亚这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上就赐福给你们。